2斤重的犀牛虾，好大呀这个虾。长得真好玩，这个其实都蒸着吃，但是它最好吃的方法就是给它刺身，蒸完了就是红色的，这个是不蒸的。哎呦，出水了，放一下尿。芥末跟辣根儿有点多，给我眼睛辣的都睁不开了，刚才呛眼睛。